喂，你爸爸在家吗？他今天找我去你家玩啊。爸爸不在家。好吧，那我回头再找他。有人在家吗？你们的快递到了，麻烦签收一下。你爸爸在家吗？等一下，先别开门，今天没有快递啊。你先放门口吧，爸爸赶快出去拿。不行，今天就得签收。小朋友，你签收一下也可以。爸爸。干什么？你去哪里了？我该上去拿了。你这个自大师，家里差点就坏了呢。赶紧吃点东西压压惊。等一下，别把快递盒直接扔掉，说不定坏的就是老我们以前扔掉的快递盒，冒充快递员来敲门的。对，那我把这上面的信息撕掉。大家一定要记住，隐私不要泄露。小朋友们也不要因为能报出自己家的电话码就寄信别人。独自在家，千万